着，眼光万里长，细粉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子，亦是红日确实陪伴我做了很多很多路。首先我要邀请他们出来好不好，有请我们的 Tommy 敏哥，也正是五十次他安排的，给掌声敏哥，吓死我们。刚才邀请的是我们一直以我们中国传统综艺发扬光大的我们自贡堂的 盟长王义强 Brother。我们的年轻这一代确实非常有理想非常有方向的周硕 Simon， 另外还有一位呢，就是在我们现在呢一直在政治路途上非常努力的同伴，现在也算是我们的一直维持下去的现任我们 Studio 议员参议员 Benjamin。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这一个呢，大家对他熟悉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人。但是你们不知道，在这么多年，在回顾我们社会公益，对不公平的事，一直都非常努力的去给他反抗的。我们的蔡老板 ，Ricky Chang。我们一起来好不好？非常适合英美朋友。用海天为我最能量，睇住。省长办公室做他的幕僚，我是经常陪同他呢去很多的不同民族的他们的祖籍国的那个国庆，
不论是韩国的、意大利的、希腊的，他们都是非常团结的、浩浩荡荡的，在 Martin Place、在 Anson Parade、在 Darling Harbour， 非常非常大规模的去庆祝他们的祖国。那反观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本身是很多是这里最大的一个移民民族，但是一般我们在我们的祖国做国庆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小圈子的吃个饭。那我那个时候感觉有点不爽啊。那一年呢，刚好呢是我们中国60周年的国庆，所以呢我就跟我们的社团大家一起合作，我们在歌剧院 Opera House 门前的广场迎来了10000多人次的观赏。我们有60头狮子，5栋60狮子，由我们所有的这里的武馆一起来做的。你这个武馆的只是要我们明哥给他们去联系的，谢谢明哥。有200多个社团举起了200多支旗帜，就在我们的我们 Opera House 门前一直要飘扬的。所有的社团由我们王门长给我去联系，谢谢。当然在企业上在社会上也看我们很多蔡老板他们一直来支持的。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我感觉我们作为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我们大家都非常打拼，非常拼搏，我们爱澳大利亚，我们也尊重我们自己的祖国，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冲突。所以我希望在这里代表我们所有的华人说一声，做回澳大利亚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华人，我们问心无愧。一声红日光，一声红。